五，举例。误点等于来晚了。什么叫误点啊？误点是什么意思啊？误点就是来晚了的意思。哎，谁等于什么人？比，咱们等于你跟我，或者你们跟我们。C， 我们等于我跟他，或者我跟他们。D， 是不是等于是，还是不是？E， 有没有等于有还是没有？ F， 瞧瞧等于看看。 G， 一双等于两个。 H， 我们个个等于我们人人。 I， 会说等于知道怎么说。 J， 英文等于英国话。不同等于不一样。懂等于知道是什么意思。